哦，魔神，没想到就直接排进去了。B B G 利瑞，玉星深蹲夜之机，操，爆了！你跟我啊，我还没排嘞，你就过来锻炼啊。好厉害！子瑜丸来网咖，打到早上，我陪你。你子瑜丸啊？子瑜丸。啊。哦。嗨。冲到早上了，打个两天都没问题啊。太厉害了、啊。我先睡啦。反正我家很近，我骑回家五分钟。你就直接睡在网咖就好了。打网咖当包厢。对，当旅馆。可以啊，可以啊。台南，台南真棒！我的妈，好厉害！台南哪里啊？台四，你去台南哪里啊？我住在永康啊。哟，我好近哦！没有人救我。你在哪？我在新市。新市啊！在南投。人的人养的，我记得火车重新是下一站就是永康吧，再下一站就是。不要再追我啦，玉兴。然后我今天去文南，文南是哪里？南区。啊，我那个同步生来生六天，我要拿来喝东西啊。这个技能重置不会很用，看你这个目标，五比零啦！你怎么知道没事？真的很假，我在偷的人身上。哦，因为他是可以中，只是没有中。你家的水，我是不是有连准的大招？是空大招。你用你的空大来换取一秒钟的生命，这个就叫死了。好悲。懂屁呀，妈的操！哦。哇靠，妈的，我没无敌技就这样。尊玉的判断。对，我操！好好。哎，那个谁 ，GP 是顺八吗？顺二啊。顺二。收割。你先变卧夫，卧夫感。我在用 VR 玩，嘻嘻，敢讲，你这样好帅。我去重开。哦，好了，开始排啊，龙猫。排啊。
你整个被虐杀。可以，利瑞。哦，你们排进去哦？好吧，我出去。没有，没有，还没排啊，我还没排到。是利瑞说要来我们这边、哦。是哦。来我们三个大，你这样对吗？对啊。他说是我们这边是哪边呢？听到。哦，听到。我以为是阿斯。我直接，我想摆头饰，直接摆武艺。虽然说现在都没人，现在都没人买。你说什么啊？黑暗光辉啊！你抽到什么？哎呦！对啊，我抽到啊。你抽到什么的啊？头饰啊。头饰啊、哦。趁现在快点卖啊！现在没有人买啊，没有人摆啊。八亿啊！真的假的？怎么那么贵？你看看有没有拿？就你说挂五亿哦？没有啊，先喊八亿看看有没有那个。还要喊？我妈的，没钱啊！刚刚那个第一名哈比把西洋断了17连胜，他是专门断别人连胜啊！我记得我20连胜也被他断。打一个哈比。第一名的哈比 ，Breeze T W 啊！难道我记错了？我还记得我打过他。为什么？为什么我周围都没人了？谁没阻断？哇靠！这中间救一下。阿比没阻断啊。那个哎、欸、抓到了姐姐好火来先合了材料都准备好了我说要在前面准备好的材料这边有哪个啊这个优先高级时装，哇，这样都被定到。确认。谁没阻断？讲一下。也是哥哥。那个叶子鸡没阻断啊！就是哥德低血，我要考多多，再一个再一个。那个深蹲没阻断啊！哦，你们排到了，嗯，他们排到了。哎、欸，所以不用用魔控啊，他会管一个管一个管一个时段，哎，所以管一个时段。
那个哈比没阻断哦。好吧，买错了，我要下。给他死啊！不丢就好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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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我浮在空中，好威啊！麦斯，哈比不用说这吧？因为能找到敌人，割得一下老 A， 撞到啊，死掉了，被深蹲硬打。割得 A， 哎，厉害！干嘛？刚刚游戏的那个声音小声点，你这样调过吗？我调过啦，我往下调了。哦，哦，这个好哎，小乐酷，还是小乐心。靠！有哎，穿一排还是很大声吗？八神一样是黑色的。没有，我要看 YouTube 我才知道，实况还好，算了，当时不要，这个不要。好了，实况还好 ，YouTube 很大声是不是？对啊 ，YouTube 游戏声音超大的。歌德的手 ，YouTube 可以调小声啊，没关系啊。但我就听不到聊天了。啊！我主要是想听我们一起聊天。哎、欸，郭伟，加油！啊，干嘛？你可以带我吗？好、哦、好啊，那个复制者，那是诶、哦欸，怎么讲？那是应该是麦太小声了啦，不是那个的问题啊。不然就要帮我们的麦调。哦，我调最大了。那你呢？我调最大了。他自己的麦。我自己的麦很小声啊，我的麦已经到极限了、啊。然后你们的声音我是有调小声啊。10:17喽！哦，真的，你们因为我戴耳机，你们这样讲话它太大声了。靠，是的，赌我吧，小蛋。哎、欸，大神，不是吧？哎呀，我还在开。干嘛？那个第二名的离我19胜，干嘛？谁叫我？哎，我、啊。大神，你这射真的很丑，不对的。那个第二名的离我19胜，安全吗？九胜，你在打？哎呦，是提娜，我走了。我靠，十九胜当然是不安全啊！你至少要差50胜、啊。至少，对啊，如果要保险就50胜啊。妈，我提娜跑超快的，告诉你。可是我不确定他有办法爬那么快啊。不然就打提娜到35胜好。我看他胜场，再看他积分。哇，真的，如果他是像我们这种，他认真追一下就追到了。哇塞，沃尔夫将已经有排行了，真的，我的莉安男友第一名，真假？图书馆保持安静第二名，现在到最古之王第三名。我靠呗、欸！他们就跟当初我尤利特一样，被秒杀。尤利特、尤利特他们都是在礼拜五的最后一刻才升到50等哦。啊，对，然后让一群人冒出来。对啊。好像有一个啦，有一个已经上牌了，那个就维持第一名。好了，来了。哎呦，是缇娜。倒闭啊！三缇娜。哪里缇娜有点？好有点。不行。按你的苹果嘞？我不知道。我吃了。按你的芒果嘞？按你的葡萄嘞？八神芒果，你的榴莲嘞？八芒神，啊？啊！八神，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玉星？哈哈哈！哎，杨超，相不相信我就是适合可以带来一个风景？怎么双击？好，今天我应该不会打他了。嗯？怎么了？哦，我没有，就这个的意思。我没有，你没有做到。哦，我以为你们要用什么意思？
没有。然后他说他电脑他的平板没有，他的平冲击、那個、是吧？没有平。对，我让你失败了，好、哦、不是、啊？我要帮你套他的。不是不是，你输了，你输了就不能怪我了。我输啊，都是因为你。啊，靠！快点啊，我等一下就关。啊，你等等你要关。对啊。啊，太累了。啊，没有没有，我电脑做报告。啊？我没有，我电脑做报告。哦。你要看看。我不知道，我要看看呢。打、啊，那你看你要不要叫别人带？嗯。八神的三星奖励有几个？没有，我可以领，我可以领出来。没有三星奖励。好好。八神那累积在线活动。大一点。两个礼拜吧。三小时，两个小时三十分钟。啊？两小时，150分钟啊！我不会救你啊！他妈的我把电脑挂了、欸、我觉得我们这两个应该打我把电脑挂了 GG 我开低等的给你打好了我忘记要你还是我要开低等给你打你只差拿先稳吗没有没有好练等那不要啊等打完你就会已经休息都是场了啊但还是用本尊带本尊还没打把那些礼包刀打了 OK 了哦我被一击毙命耶靠北我一复活就在神殿里面啊帅气哦逼他别人看你半盖子不好吗叶之鸡被炸死了国伟你怎么会开始和他因为我唯一打过啊哦对齁欸你唯一跟谁打那个沃尔夫吧鱼蛋的沃尔夫啊沃尔夫你没有讲沃尔夫吧哦等到了啊那我去外面飘水真蹲欸我们现在要打哦鱼蛋哇阴险的信息、哦、太重了、哦、太重了、哦、太重了这边就三个阴险的，哇塞！尊重，什么叫在？你不能讲、啊。最阴险的是我们楼上那一位。对，對我楼上那一位，还有杨超楼上那一位。对，还被。楼下哎，杨超说你啊，注意点、啊。说你啊，我是楼下下。对面那三个都很变态啊，小心一点。然后一旦打，一定打楼下下也注意一点。太阴险。看到没有，深蹲他腿废了。我下面都楼下，然后你可以不要用那个表情吗？怪怪的哦，怪怪的哦，怪怪的哦。宝贝说过不要跟巴神靠太近哦，倒闭死哦，太阴险了巴神。好可惜，躺着都中枪。对呀、啊，没有，我也没有躺着，坐着。没有，我躺着、欸。好，这里，那不能怪我，要怪青燕。关我屁事啊！利瑞抖不停，哦，所以说他也没排到。啊！所以利瑞也没排到三三。哪里啊？我在心里啊。靠！哇，好肉麻哦！拜托！原来如此。出柜啦！所以青燕送个生日礼物吧我来了这不只要生日礼物这要定情礼物啊快点快点送一点值钱的然后改天跟你分手一下记得你记得你是
现在的经验啊。啊，没事，第一次了没有你？没有，我很硬的、哦。哦。嗯，真多妈的，上次断我连胜，我还没找你算账，操你妈逼！低调低调，不算多。哦，对，好啊，不好意思，安心。然后鱼蛋没有几段了，没关系，他没在看实况，没关系，他。已经太迟了、啊、他应该听不出我的声音，可以，应该没事。啊，干，等一下，我觉得他在看实况，他要帮我抽我，太恐怖了。就我们打一场好像要20分钟，这才第二关而已，打死了啊。一心礼包要红色，被利润虐了。哎，各位直接放三大、啊，要不然我们这样刷太慢了。我们这样都可以打几轮了。你行不行啊？快起来啊！哎、啊，你在没几段了。哇！你有打到。天都不让我睡，好了，我都一直在重复你放招的那个，我操！哎哎，是这位子弹，这小子，我没有技能，你看我怎么爆？打深蹲了，我要被送死了！干这都快出招！干，我已经想到我真的没走，再被轰一下挂、啊，快点！还要把他轰死，看会不会我妹来了，我们都还没打完呢、啊。鱼蛋没有子弹哦。好，神盾挂。起码没子弹。好。我也没有子弹，然后我血变这样。他妈赶紧去死一死好不好？我可以。我把你抓期盼。OK。先自杀。他妈当我没说。直接自杀。哎哎，神盾被子弹。多点起球掩护，好快要死了！我来掩护你，我来掩护你啊！真的没子弹，来轰个伤害，鱼蛋没子弹哦，还有啊，还有没了，还有没了，对，我再去拿没了。哦，有一只没子弹了。嗯，没有开到枪。哦，我看深蹲又有了，深蹲没再没了。哇，输了！干，没抢到，操你妈！干，你他妈这样也要抢？太阴险！啊！输利瑞啦！我觉得他在看实况啊！妈，我被针对了，想要针对我。谁在看实况？哎，两个威力都没转。好，没有。来，给狗我射一下。继续拍枪关。抢头！我打不到，可恶！结束了。嗯。狙狙。太阴险的心。什么叫我阴险、啊？你看看那鱼蛋吧，真的好惨啊！划水姐，太阴险！划水，手机翘客联盟，执行长。因为鱼蛋要敲自己的头，我觉得是傻笑。没有，你现在要讲什么的吗？首席叉叉叉叉执行长，首席米浩执行长。你现在讲什么？你现在叫八神叫什么？八神叉叉叉，八神八神米浩。然后你知道叫执行长什么吗？一个一个叉叉叉，很猛啊！鱼蛋别滑啦！终于来到最后一关了。好累啊！我用我本尊应该刷可以刷个两关。我不知道你要开四合哇！哎，八十四合逆境。我不知道他要开四合啊，他都没说啊，他都说啊，我陪你，我带你打，就我是
是应该我在带他才对。八神太一，八神对自己的事很有自信。瞎搞啊！我以为他知道哎、欸。好啊，八神都这样子啊。啊？啊？啊？卡比在那么快啊！开维力带我。有没有？七言为我们排不到，我的离色啊，七言你排到没？你的离色可以砍掉啊！我明早啊，我明早。尊重我，尊重师傅讲的话。水痛不太好啊。哇，终于杀死一只了。哦，两只。没了吧？来看我们打多久啊？好啦，你用本尊跟你也打好了。哇，看我妹妹捞到背。不错，这次是的。我都可以打三场啊。啊，直接退掉好了。我们打了十分钟的复制者，一怪喊你来干嘛？猴子鱼丸没出关啊！打三十多分钟才出道的，好累哦！一只鸡是不是也没出关？干，这一血的气息还是没散掉啊！嗯，好了，我又回来了。哎，怎么又是？又是你们这三个？哎，我首先那几人都是阴险了。想不要吵，然后左右都全都是阴险。左右。哦，期盼哦，你这样说不好哦。没有，我说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好我上下，好不好？上下。哦，那你这样说，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吃的卫星？我靠！你的地理方面不太好。这种理解能力，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眼力有点差。搞不懂。那个天什么和雨什么？八神。嗯，来来来，八神救我。哎、欸，不对，七面救我！你他妈的怎么了？听不到，姐姐。八神，干没有无敌技啊！战广，三星的那个。那个这一次是没知道。对。哎、欸，哦，你倒地了。啊、哦，就是你要取的那个。没有在看我名字。走了，我直接洗地，我太炸了。你赶快去密他。干的不是你。哇！不小心按大招。好，又被拉走了。啊！你叫什么？我没抓到你。好，哎，我被抓到了。哦，没事。谁啊？我靠！你他妈给我讲名字吧！哦，好吧，这个不能接，卡在。对啊。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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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吃我！哎呦，突然被开到。我帮你哥。啊！哇！射没阻断，平安没阻断，青叶救我！啊，谢谢。不过你但也没阻断，真的不是我救的。小啊！好。啊！英哥没有走，我靠！我靠！为什么我没轰到？英哥没有死的。哎，他没有吗？对，他没有。快有！哦，这是鱼蛋哦，鱼蛋没子弹，期盼一滴血，倒了吧，他倒了吧，哎，他没倒，倒了，哎，鱼蛋为什么挂家？哎，那个叫什么名字？英哥，
对，他没阻断。他死。哦！妈的，放锤要中！怎么放锤啊？干你怎么没死？我弱死了！去死吧你！哎，揍他！啊！哎哎，还是你要死了没啊？等你啊！不要！我要再射一枪。快逃哦！干你老师有个恐怖！洋葱不要乱干别人老师好吗？好。改的是怎样？哎、欸，起爆没阻断、哦？不要吧！我靠，我被喷飞，好屌 ！PK， 干嘛？帮我撑十秒！我怎么帮你撑十秒？我一秒都撑不住啊！我来了！帮我撑十秒，我就可以用十六连击。靠飞！干我这个反！我怎么撑啊？我完美啊！我只是一个二转的雪飞、欸。又被阻断了掩护，不能乱讲话。哦，掩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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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掩护屁哦！我被阻断了，你打挂哦，挂啊！太阴险了，拿雨大要卡一个被阻断了。哎、哦，不是吧？兄弟已经在靠你了，为什么要靠我啊？你这里哇靠，怎么漏接？这就不对了。一个没断，一个没断，奇葩也没断。哎、欸，干我连续失误。哎、欸，鱼蛋太阴险了。白松，我快死了。别死。拜拜。我靠呗。嗯，差一点点。鱼蛋在干嘛？不知道。应该他好像不是有时候会突然就挂了。就突然间消失了。用这种东西吧。太阴险。他为什么之前断隐灵阵呢？我应该配合他一下。不行啊。你几连胜了？我没有啊。哇。两张脸都是死那么惨啊！他就保守哦。啊，死掉了！哦，收个衣服。哇靠！我还是想断言他们。狗屁！然后我要偷偷跑到里面送跑，然后说。牛逼呀、啊！牛逼！然后你要把心给我。拉屎！啊！被抓走了！哦，紫鱼丸救得好。哇！
被轰出去啊！哇靠！这个是三小。有一个没阻断、啊、我觉得你可以去有一个控制台里面调一个 DB， 你把它调死 DB 的话应该就会变成我像我这样还蛮高声音的、啊、可惜可惜哦，有人在卖头饰，快点用你的头饰哥一星换他的加持四武器。好的，谁啊？叶子熙，哎，杨哥，来啊，鱼娃又变四三条，是有几有怎样？又排进去了，排进什么？头饰可以卖八亿。함께싸우자，真的是卖不掉，我想直接丢五亿了。이제반격의시간이라，那你干脆丢给我，你拿五亿给我。你那你就放着吧。不要，我急用钱。那个卖头饰怎么卖那么久啊？我丢五亿，你们自己啦。好啦，排三三啦。再排啦。好喽。我忘记是哪里了，总之你找一下，有个叫 DB 值的，只要把它调成十，你就一念会很高了。我是去网络上找的。调成十啊。啊，干你老师。然后杂音就会变多了。好干。然后调成二十，就会满满的杂音。啊、對那我这样，我之前就调二十啊，不小心的，错赛，哦，没事。装上去的时候忘记看他的那个，哇，他的，他的麦克风真亮的。我要救你吗，青叶？没有没有没有，我干掉了。喂喂喂，现在有没有很大声？嘿嘿嘿，怎么剪？我调真亮死了。好爽哦，目光跳的好爽哦，好，感觉更简单，比其他的为什么？什么鬼声音？谁要那个？谁要那？九级神殿。哎，那个什么东西？啊，狂将是在西区啊。杂音很多。啊！我死掉了。哎，我怎么那么兴奋啊？还是我是不是死两次？哎，没有，我早就只死一次。哎，雨林在研讨社破文呢、欸。你才刚死哎、欸。哎，雨林在研讨社要讨论社破文哎、欸。对啊，抛什么？说要不要去电玩展看比赛？看谁比赛啊？啊，封印者的比赛啊？要不要准备刀跟枪？就说砍人喽！超猛啊！保险！救我啊！就看哪个人仇家比较多。后面的神都在追我、啊，干掉！要挟我，哪个人仇家比较多就被砍。不要，不要！哎、欸，酒神第二个子变诞生。去，鱼丸走，滚！送你这个。听说酒神第二个子变花了台币360万。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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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哎、欸，不是台币啊，大概台币300万左右。
超可怕的啊！天堂那个是三小几率啊，救我群演，哪里？算了，我先跑了，没小米没神殿了，小米神殿是不是三十秒而已啊？啊！神盾被阻断，然后青燕死了。对，我死了。会这样惨叫的，一定你死了。白痴，我没有惨叫、哦。你这样不算惨叫，那什么叫惨叫？刚那是效果好不好？大神哦，懂不懂？大神一样才叫。讲话，张国华。他不在了吧？注意点，张国华。不错啊，你爆气的声音变小声了。猫烂啊！哎、欸，那个衣服登山镜要多少纤维、啊？一百五。雨欣哎，早安。哇，这个组合邪恶哦！为什么你加进来每个都是超完下载上的？都关电。他要打 PVP 吗？嗯，又是神殿 ，fuck you！ 青烟别是神殿啦、啊，白痴哦、喔，我是被招呼进去的。啊、招呼？那我讲话这样子哎。Oh no！ 我的血尴尬了。哎、欸，白羊还会蓝屏吗？真的没阻断？不会啊。哦，太棒了，你终于可以好好玩。哇，你还是你想再体验一次一打三的那只啊？啊！求你赶快上，赶快来打三三！哎哎哎，你写的，你写的，我没有大好，那个神殿我怎么救啊？不要用疲劳啊，自己自强啊，兄弟！要不然你来帮我收头，收头时间，可恶！我是被人吗？哦，对面是利润，赢了就好，赢了就好。暖心他跟我说，他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做到位五次，他妈的！青叶赢了就好，拼命的 FP 耶！我们不要要求太多哦。对方完全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场累了。哎，看王杠了，为什么我看那个谁突然不见了？我会挂机吗？不行，你那边有个理由。啊靠呗！哎，25万的是三小啊，是不是玉清？一定知道，我跟你讲。哦、做得好，我就知道。看他没子弹哦，找到找到找到！哎，玉鑫打过玉鑫，那打在这里啊？哎，靠呗，怎么还被中？啊，不准你那么阴险！我不知道，天生。哦，好吧。真可怜啊！那为什么鱼蛋那么阴险？后天。哈哈哈哈哈！你还没子弹吗？哦，利瑞救得好，幸好。我说要别人来对面，没有来帮忙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大招？不走，哎，他死了。哎，鱼蛋不在这了，翻开楼下吧。哇，没有啊，结果被龙猫穿死了。好有啊。哎、欸，你看他没子弹啊，帮我！哦，鱼竿，还一点，你看没子弹啊？哎、欸，救啊！救你妹，你才开始而已。结果没有子弹，鱼竿挂机了。嗯，这种东西啊？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欸，鱼竿动了。动起来，动起来！我来压一下喉咙。哦，娜塔在后面呢、哦！啊，被射到了！哎、欸，娜塔没事，娜塔没事。啊，靠呀！哎、欸，没事，像我们说有事。哎、欸，没死，有事。到底是有还是没事啊？鸡蛋太急了，鸡蛋有事死啊！鸡蛋没子弹，三小啊！那还没子弹啊？
哦，玉心吃大，好吃啊玉心。不好意思，真的会转。我靠，一个神殿。那个吧。哇，你太早开阻断的了。至于还没阻断，其他没阻断。忘了，我要是输一分，好厉害啊！一旦没阻断，是啊，对，我已经预知到一旦整场都会没阻断。输了，其他没阻断哦。至于完美神殿。那个又没抓了，一旦没抓了。第一个女的。我要去看你在那。我死了。被直接停止。阿干，超帅。闷。我被刚了。没有我干啊。哇，这个按太快了。哦，背后也是一弹哦。玉心不要过来，停下，没子弹哦。嗯，结束了。这只玉心只会贴着我跑哎。耶，七十五了。哇，出第二，我救不了啊！妈的，无能为力啊！我真的没抓到，我抓到了，真是的，你不要当无业好不好？整天贴着雪飞跑，饿吗？靠腰的你好吗？你干嘛从我头上飞过去？为什么有人叫图书馆经理啊？图书馆经理，对啊，而且还是白羊的。雪飞看起来比较好打，好吧，是白羊真的不怕刀啊！我这练这个职业就注定要被围殴。哦，这到了，哎呀，你后悔了？开瓶机枪啊！换人了吗？抢头啊！我没有后悔啊！图书馆经理是你啊！来啊，打对战，来、啊欸，这样可以打吗？一旦没阻断，应该不行吧？不行啊，当我五十转再跟你打。哦，玉心总算跟我同队了。真的没子段，看到激动的惊讶。前面没阻断。啊！我死了。啊！啊！哦，一旦挂是赚了，赚了。不亏了，不亏了，输了也不亏了，不亏了，自己不亏了，抓到鱼蛋就不错了。鱼蛋我杀了三次，靠，换剑，不亏。哎、欸，我杀了三次哦，应该吧。好，再打一局。来睡觉，干一局。好，我就再打一局。有没有看？我就是我就可以带的。攻击！等一下，我来注意。你还没带，那还没带啊？哎，找到！快快！没有，我说生日快乐，今天睡觉。新年生日快乐！打不住啊，都痛了。我还救了你。生日快乐！哎，秦爷生日快乐！没有啊，我还很久。哇，分开了，那还没有弹啊？
希望有天设定那一天不要被警察抓走。哦，不会的，可是被定到了。哇靠，还被偷色啊 ！GG， 放心，我不会给他礼物的。你那还给过了，狂被悠悠偷色。哎、欸，你太快了。巨星一零，哎，辐射七叶，为什么会叫错？一眼才拍到，我等下还没就断了。急什么？烧山那边可以玩，我不知道，看不到。阿贝其实整天没有玩，我就是有人弃权之后就换贝奇了。第一天没补单啊！他说在关贝奇的人说，应该是吧？巴萨，我期待。哇靠！巴萨哥哥，在最高的地方弄嘞！巴萨，那他没留到呢？为什么我一直动不了啊？好死！这没留到呢？我七叶，你的金要装备金要怎么在哪个难度？你说什么？那装备金要水都是在……我靠！那你说的，爽开就开，不爽开就开。这种在十一，在十一分打打手出来吗？应该是十一分是你啊！真的是这样子。在外面真好，很白痴。你看黄牛是那个十五分的那个在地。那蓝绿段上面，得到了。是蓝绿段。哎呀，我要替玉星娜塔来看到了。可是有所有事情了，有不？打玉星，打玉星。那蓝绿段。哇！后面好一只。就是他。就是长老级的。为什么会黑洞在这里啊？还有谁的黑洞？你就只有一个雪飞而已。哦，我看一下。然后在龙猫面前提到位置，他会拍给你看。哇！哎、欸，那哪个旅站中间？哇！也赢了哎、欸！又输，现在同分，我们这边都输哎、欸。我终于赢了！太阴险！我今天终于赢了。哦，十五次。你很像之前西仔，西仔就说：“那你就输了，我还没赢过任何一场。”哎呦，我分钟了，不用。哦，拍到了。还在西仔是哪头下的？哇，我不知道。好，那九点多就下了吧。好啊，看来玩的上线了。B B G 开雷比亚了，青燕。哎，评价不是我改的、啊，八神改的、啊。八神。哎，八神又不知道那个账号。他知道这只哦，青眼不要太阴险。你看哪一只啊？青眼，金身礼叶哦。青眼不要太阴险。我没有、哦，这绝对不是我改的、哦，这一定是八神。你嘴好了，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那就是我改的、哦。我合理解。靠呗。真的、啊，真的，一只八神就是我、啊。哦，
好好。哎、欸、，BK， 干嘛？哦，我四二刚起舞就打到 BBG 没有组队，另外一关的那个什么，那个，哇靠，魔组，妈的，被秒了，不我当。怎么洋葱荡了？我荡！啊！有谁要带我打一局啊？创赛！哇 ！GG！ 哎、啊！不是，哎、欸，那个什么，观众们，你说优娜买麻藤穿过账号？靠！光秒掉两个。哦，洋葱真过分，很爽，收头。哎、欸，你好。Yes。No。太阴险了。我干！太过分了，好险！太阴险！想救没门？那你来救我吧！哦，哪里啊？那我不要救你啊！妈的！那我也不要救你啊！妈的！你残血大哥，残血真的惨到！你也残血啊！白素丽都血哦！我先走了，拜拜！干！我先走。你看你的血，哎、欸，过来！天爷，怎么了？我死了！我又被抓破天！你怎么每次都被抓破的呀？我不知道，刚好我都被打到。不、嗯！哎呦，太阴闪了，太阴闪了！哦，这太过分了！哎、欸。啊！哎哎，体验，救你救你，这里中了，这里起来！哪里跑？哇，太过分了！好感人呀！你给妹子断，开打开打，走吧走吧，掩护开门开门，阿哥阿哥阿哥，带走带走，啊我先走我先走兄弟，一堆阻断，一堆人开阻断，啊我死了，别过来了，我不要过去啊，叫啊，我死了美琪，哇我要死了美琪，哇哎、欸、不用这样了，哪里？他有阻断有阻断，打他。哎、欸，啊！我看什么东西？逼你脚阻断。就这里，阻了。啊！哪里跑？兄弟们，我阻断了、哎。我也没阻断。整天都没阻断。真的，你都有。很。打 BK，BK 没阻断，这场可以输 ，BK 要死一样，我要死了，收拾 BK 了，抓破点，什么 BK 有没有后悔玩明显飞这只角色啊？没有啊，来啊，三队感觉如何？敢太倔，你知道？我觉得去找 BK， 你、欸、看什么东西？白痴，你在干嘛？我突然就进去了一个，哎、欸，干爹爹爹爹爹，我先跑，我先跑。干，BK 没阻断 ，BK 没阻断，哎、欸，活下去，兄弟，活下去。我知道，哎、欸，赢了！干！嗯，还偷砸一个卫星啊！洋葱被断连胜啊！就叫你不要追我了哈，浪费时间。
BK 死六次哦，我狂被杀。OK， 可以了，这场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休息，休息，休息，够了，休息，休息，进去哦，收工。哎，收工。我可以继续打。水哥断掉，也说你不要休息。我真的死了六次，没有啊，我很认真啊。八连你也要断，我很认真。好惨哦，雪飞怎么那么悲剧啊？干，我又掉了三小。掉什么？拿一一啊！一，干他们都在打五十，干我好像被天然在追上啊！你说的是 VR？ 啊，不是。哦，那个挺好。干五十胜，从第四名直接掉下去。干，刚才你演出的雷。怎么我在雷？你就在雷，被雷比尔抓。我没被抓到、哦。哪个？哦哦，你做副本那一场。对啦。嗯，但是给你一个表现机会好不好？感谢我吧。怎么我表现机会？我已经把他再去追 BK 了。追你毛逼啊！可以不要再追我了吗？不行。太多威严。这个要问西格啊。等我打威严再说。哎，那你打不到了。对啊，所以我一辈子都要追 BK。哇靠！莫夫王感觉打副本会很慢。我再看个人吧，威诺应该得快吧。你看那什么啦，这些。悠悠嘞，走不见了。要不单挑、哦？啊，单挑？来、啊，没有啊，我不会看你是一个直接单挑的。来，我是个优质的。等我一下，开一个二转跟你打。优质个屁、哦！会哦。被悠悠在。悠悠在。没遇到悠悠。他左边不是啊，那相变别了。看到他有那个威严就不爽，太明显。啊，可以。这个叶之香村直接在这种在一二六升三星，他妈的、哦！我不会打李瑟哎。他给我注意点啊！直接在那边升三星。张票的要塞，来吧，受死吧！受死？不可能的！我可以飞得到吗？不行。那青叶林飞，那青叶林色就是飞得上跟我打，他妈的！哎、欸，干什么？好了，打单挑。哎呦！避开挡我，避开挡我，等我不放提刀抓啊！等我不放提刀抓，我们来单挑。来下来啊，北齐！那我要睡觉。太厉害！飞喽！我要看一下新角的那个。你在单挑啊？避开我要成为干嘛来呗？只是我把卧虎钢练起来。哦，飞喽！你本来就全职高手啊！哎，这个，哦，你有把卧虎钢箱子里面的东西都打开吗？啊，我都要来了，还是你还没有啊？打开啦，全都用啊？哎，没有吧？没有全用啊？啊，那个契约你有开吗？没有啊！哎，我以为你开了，那么猛，干嘛？哇，这个挂网。マグ
谁有要带我一呢？哦，干！你要打一呢？哎呀，对啊，好啊。等一下啊、哦，我这只快好。哎干！啊干！我忘记这个了。哦，这也可以。这里，来呀、啊，整你这一个！哎，可恶！哎，没考了，只一万了。太年轻了。我要打，我十一点半才能睡。才能睡什么意思啊？西门有三个加十四，真的假的？不，西门用纳塔 PSP 而已吗？你快被烧死了，杨忠！我靠！绝对加一，开玩笑啊！哎，不解吧，不解吧！哎，狂焰呢、欸？最后希望被取死。狂焰是银空，哎 ，B 加狂焰是银空。哇，那我不是要被呛了？被呛了！你是打一还是什么？啊！你看你是打一还是打一啊？打一啊！别来打主播，烧光！啊！你有被烧光啊？睡觉。哇，看来有种再来一局哦！看来杨忠成为第二慢队友。哇，被虐了！他怎么可以这样踢啊？扯爆！为什么要来踢我呢？因为你是齐娜哦！我靠！齐娜这个这就不行了，这个理由不行。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不行，也可以。今天真的严格啊！你解释你的洋葱。哎、，B 开，为什么你怕被呛啊？他不是说二转雪飞吗？已经死了。那个是我用打字的，有所登跳呀不？我用打字的。我要去小屋哦。乱用脚。对，直接怼小屋，小屋干停那了，你还会干停？啊，我还会干停啊？你能干吗？恶心啊！你又喜欢。你好脏哦。这么想死？怎么要嘴啊？哎、欸，靠呗！爽啊！奇怪，样啊！还要再打一场、哦？哎、啊，我抓到你，我要上力！啊，上力！我的上力还是有四万。啊，你可以，你可以冲到，你可以提升到两万八，你的上力多少？啊干嘛？跟一屋单挑啊，欺负另外一个了。经验尊重哦。他直接打你啊、欸！嗯，几万有对上对到三三吗？没有，我是怕你怕你那个被我打爆，然后删游戏哦。最好了。啊、嗯！你比赛对手要换的。他说让我打。完蛋了。哎、欸，那你的威力让我打。什么？你的威力让我打呀！不是你上次都是他，你就是要赢哦！赢回来，开玩笑。你的反应只要跟我一样就可以啊，应该就可以赢。哎，看，三大皮那都上比赛了，怎么会顺到那边？真难打。OK， 我要睡了，拜拜。拜拜。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认什么啦？哦，我已经被悠悠一比零了。啊？嫩？干嘛？嫩？白色？太嫩了，今天。太嫩了。来换一下点数，不然到时候明天玩坏了。阿斯塔芬，你很弱，因为我才21档啊，傻逼！敢连 BOSS 都要抢？什么啦，爽啊！谁叫他之前在四圈的时候嚣张，你永远打不赢我，就打了。他那个玩家抢不赢，只能抢 BOSS。你靠呗！我们一次就可以赢他，他一直说我赢不了他，回去吧。他的嘞，这样也行。他今天有够废的，我们就赢得了他。干一秒，这让我想到冷夜之前在那什么。在十一天跟蒂娜讲话，
硬要。哎呦，月台是哦，他一直跟缇娜讲话。哇，跟缇娜讲话，我觉得蛮正常的。什么啦？正常。我觉得你，我是觉得你说的正常，是我们的不正常。好，没关系，我要去跟缇娜讲话。但是好像有人来吗？拜拜，下线吃药，晚安。拜拜。鬼と呼ばれた姿を見せてやる。ラムキャン、ラムキャンフィールド、邪魔だ。俺の拳を食らえ。バーテルドロップ。レッドクラッチ、全力で行くぞ。試練、ラムキャン。手加減なしだ。グラビティ。精神よ、カルバー。レッドクラッチ。あれが好きだ。そこか。貫け。邪魔だ。最高バースト。ディストレイヤー。無限の戦闘。すべてを拒絶せよ。殲滅完了。私の邪魔をしたからよ。哦，十六页，求雪飞 PVP 地位，打给他看。你跟他讲地位啊？这不是之前偷文吗？打给他看。他应该是用，他应该是用三转。我就打给他看。就是雪飞一的地位，就是跑到三大号。好了，下期睡觉，好了，拜拜。哦，他挂网，小打一啦，他挂网啊，小打一啦，你卡尔被无视了，等我一下，啊，才四分钟，珊珊没有人。嗯，对到了耶，哇！对面是，对面是新狗团。我说有人要带我 EZN 吗？然后你们集体进去、啊。我们跟 UU 一队，对面应该是那个组队的。集体进去哦，好啦，好，关台啦，要带人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玉鑫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呢？欠组队啊。